蔡德龙是五拿的一个传奇人物，出身贫寒，白手起家，最终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。伊一世人四摆回乡创业，每一摆就为家族建造一座大厝。这座1932年建成的德龙楼，就是伊家己兜居住的洋楼，也是五拿真侪华侨建筑当中到现在保护比较完好的一座。这个厝哦，啊，确实是表示起来的一种典范。哦，咱等下来去内面看，就知影咯。这除了说伊这个建筑有一下在挑，这是仿照这个西洋的样式。但是伊其中阁有咱中式的，或者总在连队咯、摆匾咯，有跩物件伫内面。这内面的遮跩装修也非常讲究。你们写的这个哦，伊是虽然是写英文哦，但是这个英文拼起来哦，是咱闽南语的，就是蔡德龙的名拼伫这个这顶面。当时可能是伫菲律宾哦，有咧跩人苗，大概是。写英文的时阵，大概是用闽南音来拼。大门照顾门厅的对联“修馆五拿”两字，表现主人念祖思乡之情。门廊上边一对象征平安吉祥的花瓣形窗啊，门墙顶面装饰连钟印文，这些拢是阿祖墙体时阵有留的，可见当时水泥阿祖工艺的优劣。